Hello， 欢迎您收看。现在我很闲，就是 Andrea 她偷偷在那个 Costco 买了1000多块台币的《鬼灭之刃》娃娃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来开箱，好好的介绍。首先呢，我要介绍我最喜欢的黄毛少年 Sage。其实这个 Costco 的这个《鬼灭之刃》娃娃的那个质感还蛮好的，它摸起来非常的柔顺，它的那个做工也还蛮精细的。看，而且啊，我觉得这个 Sage 的这个表情非常的无辜，非常的可爱。而且我最喜欢这种大头娃娃了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呢，旁边就是他最喜欢的 Nezuko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最可爱的 Nezuko。你们看看 Nezuko 在说什么呢？ Nezuko 他说的是，我也最喜欢 Sage 了。再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他的哥哥 ，Her brother Tanjiro。Tanjiro， 你看看他的头发，他的耳环也是超级可爱的 Tanjiro。我最喜欢藤吉龙的招式了，就是溜溜麦。我觉得他每次讲溜溜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特别的帅。再来就是介绍可爱的猪头少年伊之助，伊之助。他呢，听说我之前在看那个动画的时候呢，他拿下头套真的是蛮帅的，然后就是有点反差，因为他很帅，可是他又有6块肌，他的口头禅就是 skate， 他就是最佩服那个很厉害的人，一直煮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介绍的《鬼灭之刃》的玩偶，谢谢你收看，现在我很闲，拜拜。